哎，能好，终于爬上去了。对。哎，能好，能好。哎，我把这个，我当的队伍，因为我给他当拿总决赛的那个队伍，我把这个就是我讲知道，知道。来啥事体要事体了，我就想问问看，我就咨询一下，我假使讲现在冲出小区，哪能我抓了包，哎，我就饭吃了。啥意思啊？哎，包冲出小区呀、因为俺老屋里向已经4天没么子了，所以我当居委会的，我们居委会讲再克服克服，克服了4天了，就没了，能吃的么子侪没了，所以说又死了死可能网高头订呢？了。抢了4天了，就抢不着了呀。我那你要等跟了街，居他们委跟会，街道在啊，街道有生活服务保障，你跟街道联系一下呀。联要系最后过跟了，街道我4月1啊，号登记的菜到现在没了。4月1号登记菜没了，哎，到现在那侬没肯了。定没倒菜，倒出来肯定要抓紧去呀。不，哎，就抓紧没饭去，吃的，搿还是叫侬回去啊。我抓紧来有饭吃勿等了，他我回那，去，阿拉搭是没啥么子呀，阿拉等了天天这个样子呀。再人家下去，那等那要叫他来帮我收拾，你不是是哪好个弄。小区的？哪个小区我的？得是开到五层的，开到五层。开五城是啥多高层还是一个？搿么就是个开到五层呀，靠近搿银行路一样，6楼6楼的。六层不，对吧？都没办法，因为街道俺老百姓，伊拉没办法，对吧？那么阿拉那不你会跟那居人委家，联要那个的呀，你不能冲出来的啊！就我跟你讲清联楚了，系这过不来。能冲出来。我冲出来，我们也没有饭吃的，我们也没有啊，我们也是订，也是那个自己想办法，也是街道订什么的，我们也没办法的。我们街道侬就问问是居委哪能会得不下去吧？可能呀。不解决呀，伊拉讲伊拉不可以自家去联侬系听供那应个嘛，我商。拨侬个民警电话，侬给叫民警帮咱居委会部再联系一下。联系然过后来，啊，侬民啊，警已经开写动上车去民警就，电话，侬开动车民警电话有吧？阿拉啥民警？阿拉司机啊、民警啊、侪批警啊，侪打过来呀。来把我打统过一电话了啦？打过来，来讲侬克服克服呀。我们克服了4天了，我饿了，我就4天了。搿么再克服下去，人搿两天胃痛了，已经开始。搿么侬跟民警讲呀？侬搿么跟民警，搿叫民警看叫哪能下去没啊？事侬要呀，跟阿拉师讲，傅，侬觉我着？得窗口外加接待，我跟侬讲清楚，肯定跑出来。这师傅，侬觉得我打那搿只电话是没办法个办法了，就是我能寻个不地行，方知侪道。寻过了，所有个政府部门、所有个居委会、街道司机侪帮我讲同样个闲话，阿拉也没办法，侬再克服克服。葛末我讲新闻里向，我今天夜到7点钟看新闻个，对吧？是，对吧？歌舞升平个新闻里向，对吧？安全感满满个，对吧？对不啦？葛末我也不晓得搿个安全感。或者你再跟民警叫民警再帮你协调一下呀，民警讲了呀，好伊吧？自家我这没里个是窗呀。口，打到我这里，我这里也是窗口接待，我们也没人的，这里我们民警该出去出去了。新断的，伊有个，伊民警有个，侬今朝有的有个做呀。啊？不要他们，侬再问问看呀，伊拉，对搞呀，了做对啊，头他有们呀。呀。啥人开弄？侬搞啥人个菜弄呢？现在搿辰光，所有人侪死神来搿么帮，侬问啥问人伊会拉得看呀？动？侬可以讲呀，侬讲不倒过出来，肯来。定勿来是吧？楼组长也讲过来，搿小居委会也打过来，司机也打过来，所有人帮侬讲个闲话，侪是一样个。就是侬逃出去，肯定是勿可以。我提早帮侬讲，对对对，但肯是定阿不拉可没以。办法，侬自家再克服倒出，克侬服。倒出来外头还没电呀，也没电的呀。搿我们么还是勿给是你呀？送回去的，我们没办法的，我们一样的也是给你，也是给你送进去，我们不会给你到任何地方去的。搿侬么问问我他搿朋友么。可以叫他朋友，侬听我昨天一个人就是阿拉问伊，伊朋友他讲有馒头，伊住在旅馆里，阿没么子吃个，有的朋友拨伊两只馒头，先吃了，叫伊过街道再联系啊。阿拉搿能讲侬勿嘛，来是在街道再联系啊？街道有的生活服务，我家里我有个这呀，羊我也回不过去，我有也个是呀，在联系，对个呀，听到有个听到呀。帮我我跟叫侬楼讲里啊，呀，多少岁，我跟侬我讲，没搿得了。街道4月1号我钞票也付脱了，登记也登记好了，到现在问伊为啥没来，伊拉就是讲伊拉也不晓侬盯牢伊拉呀啥呀？我今朝就热闹，阿拉家睡得。出来，对伐？勿是侬搿觉哪着，能放呀？侬假设勿侬就侬讲？觉着侬觉着我已经跟伊拉沟通了6天了，伊拉来了胃口勿饱我勿啦？对不根啦？那没肯办定法，性家不里包我人了，还家，是咋么了？反正你听我讲，你出来也没用，外面现在都封着的，也没用，也没电，我们出去也没电的。那么，阿拉作为一个老百姓，不讲老百姓，作为一个动物求生的欲望，总归要有的那吧，么侬对吧？叫居委告，叫民警讲，叫民警告居委再协调一下呀，再弄呀。侬搿出来侬肯定是勿来是，第六再协调一下，天。有啥地方有想办法解决，或者侬朋友得有人勿啦？阿拉再通过朋友自家得解决侬么子侬要啊？有朋友好送得来呀、啊？外头啥地方有人啊？通通隔离了开的呀。我操！侬小区里给他一下没啊？小区谁啥人家？
我去抢人家屋里向门去，不是抢么子，我讲小区里没朋友，我啥叫抢么子？抢么小子区多里嘞？啥地方来认得个人啦？有各种小区，那阿那拉都年纪轻个人啥地方来认得？老一辈嘛，在爷娘小区么里向来认得人个，阿拉搿搭勿你搭再界跟我老灵翻一鲜。下，你再跟我再问问看，好吧？你这个头，所你以再侬问看看，呀，㑚所有部门讲个闲话侪一样个，对伐？因为我们这里公安我们没办法，公安部是解决那个治安的问题啊。所以通我过这这，里只对解呀、啊、决，对呀、啊，那你所收以购来通我们过要这解件决。事情，我们明白了老早子警示网搿搭为啥要造反，老百姓为啥要打仗，为啥要民兵起义，晓得伐？搿些有道理啊，懂伐？侪等自家了接触过了，等饿肚皮了才晓得原来是要造反。对不啦？好，你我再跟介咱绍。帮咱讲，就像阿拉开了五村，搿只群里向已好，经我们再跟开路车再说一下，好吧，民警，说好了吧。没用个呀，有啥用个啦？搿个有老比好了，出来民个嘛？警我也没法解决，是没办法好吧。呀，我搿哪是老百姓呀？对不啦？能理解个呀？搿么真要弄，真搿能介哪能弄法子呢？对不啦？真个，对吧？两头勿是人，那对不啦？那反正阿拉搿能介出来嘛，匆匆嘛，要报上新闻来，上海人勿配个。他妈逼，侬五天肚皮哪能报新闻个啦？你是快不点跟啦？反部正门把联拉，系一下。阿拉是搿能，我是搿能介想个哦，因为阿拉80后嘛，对伐？那电话先通通打个比，沟通好，录音侪录下来。到辰光就算出那做眼违法个事体，我也是有道理个，对伐？侬勿逼死脱我伐？好伐？就没啥搿，我就把那先讲上，好伐？啊，好伐？啊，再会。